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Sarah。 那我今天呢很荣幸，就是也很高兴可以参加这个焦点私塾的活动。那我本身呢是一个创业者，那我本身有一个运动内的品牌叫 SNT。 然后呢今天当初参加这个课程呢，其实并没有想到特殊是为了这个，就是生意上的一个目的，主要是想要去学习。因为其实这个焦点私塾邀请的老师都是业界很资深的一些前辈，那我就是有一些疑问，觉得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解惑这样子。那今天的课程真的是非常充实，那而且其实很特别，是今天的在场的这个的同学几乎都是创业的人士，那所以我们的讨论呢就是非常的有趣，然后真的学到很多的东西。那非常鼓励大家都来参加这个课程哦，加油。